福特的六间房 CEO 刘岩先生做主题演讲，朋友们掌声有请。各位嘉宾，各位这个朋友，然后主持人，让大家下午好啊。刚才跟这个邓总一样，就是我觉得我们都在最后演讲，我希望把内容浓缩下来，然后留更多的时间给诸位在回家的路上。我发现一个特点，这个土豆网的这个邓总呢，他土豆是我们的这个同行，是我的同行。我发现我们俩有同样的发型，但是这个发型在邓总身上呢是时尚，在我身上呢就变得比较土啊。我觉得这个男人跟女人的不同啊。这个同样的，我的观点可能也是这样的。刚才很多人都在谈这个新媒体、新营销啊。我呢，这个相对传统一点，坦率讲，我在做了一间房子这不到两年的时间里面，我在饱尝这个薪资的痛苦啊。我们由于薪而被关注，但是我们在我们的业务发展，在我们的这个营销方面啊，我觉得薪也给我们带来了很多这种痛苦。所以我梦寐以求的就是摘掉薪这个帽子。啊，如果明年的时候我们不是新媒体了，啊，别人认为我们像新浪一样，是一个所谓的传统媒体，就是 OK， 那我们的别人不再 challenge 我们这个收入的问题，不再 challenge 我们关于这个行业里边烧钱率的问题，很多问题都不再 challenge 住。我觉得那一天的时候，可能是让我能够睡好觉的时候。所以说呢，这个从这些观点来讲呢，诸位可以看到，我是一个蛮土的人啊。那我现在开始我的这个内容了。我讲呢，这个我分两部分。第一部分呢，我来讲一下，就是我们如何看这个行业。可能我们的看法呢，可能会更偏行业一点，可能跟我们其他的这个竞争对手啊，和我们合作伙伴在看这个新媒体的时候，可能视角是不一样的。那第二部分呢，基于我们这种看法，然后我们是怎么做营销的，然后我们在营销上我们有什么样的这个今天的一些成绩可以跟诸位去分享啊。再多有我们的渠道，也有我们的这个客户啊，刚才包括联想方面，我们也都有他们的一些投放啊。下面我可能会提到，下面有一些数字我不多讲，这是我们的这个一些成绩。我觉得这个今天我还认为我们是一个很主流的一个中国互联网的从业者啊。然后我们有一些这个行业的排名啊，这些我觉得有，刚才我碰到这个艾瑞的这个黄总，我觉得这个现在有更多的这个机构在跟我们一起来做这个关于行业的定位，但总之这个行业是蛮兴旺、蛮呼风火火的啊。然后我来简单的讲一下，就是说可能并不是所有人都很熟悉我们这家公司啊。我也不认为我们那间房我们做的所有地方都很完美。我们其实在去年到今年的上半年，我们在很多的策略上，我们实际上是有一些这个我们自己认为这个脚步放慢。我觉得很大的原因就是也是跟这个行业发展有关的。毕竟呢，就是在2006年的时候，我们是一个充满了技术骄傲的公司。在我刚才跟这个艾瑞的黄总在聊的时候，我今年7月份我碰到杨伟庆，碰到艾瑞杨伟庆，他还问我说你在做什么？你现在有多少人？那时候我们公司还不到20个人啊，不是说我们没钱，我们的投资都已经到位，我们都做得蛮好。但是呢，我们一直以这样的骄傲，我们就要人少，我们要做这种精英的公司。我们不要编辑，我们要零编辑。我们是一个技术公司，我们靠技术来打天下。我们当时就这样想。你们如果有机会去我的公司，你们会去看。我们公司没有前台，我们没有什么助理，没有这些东西，我们就完全走 YouTube 的标准。我们是一个充满技术骄傲的公司。但是在2007年，坦率讲，我要向诸位检讨，也向我的员工检讨。我觉得我们做的是不对的。当我们的房量逐渐变大，今天我们有上亿的 PV 的时候，我们发觉第一，这工作量已经包含不住了，靠技术解决不了所有的问题。第二呢是我们深刻地意识到我们是一家媒体公司啊。可能有些讲新媒体的公司或者视频网站，他们去找客户很难，但是呢坦率讲，我们在办公室里面是有客户会找我们来，当单子并不大，但都会来找进来。当他们找进来的时候，我们意识到我们是一个媒体公司，我们应该用媒体的方式来运营。所以说呢我们在2007年的时候，我们做了一些很大的这种转变，包括我们开始做 marketing啊，你们诸位可能在这两个月可以看到，有一些电梯里的一些框架的广告可能会有我们的内容，地铁里也会看到，甚至于最近我们在做一个 program， 我特别骄傲的是我自己的一个创意啊，我们把那个在北京、上海、广州买了3000栋这个写字楼的这个电梯里的那个6层啊，诸位看我的名片啊，我的名片呢，我们的这个六，包括我们这个 logo 的六，这是我们的这个主打的这个标志。这个六呢，这个六点 C 这个域名呢，也是我们花了很大价钱去购入的，这是全球最短的域名，
live.com 这个域名是国际域名组织不开放的域名，所以这个 live 呢已经成为我们的标准。我把这三千栋写字楼的这个电梯呢里面六层买下来，把它涂红贴上我们的标志，你们会陆续的会看到这个会逐渐出现。然后昨天我在下班的时候，我自己那个楼里我已经贴了，然后呢我就看到我们其他楼的这个有些这个兄弟单位，他们会你说这广告怎么能这么做呢，他们去质疑这个。然后之后他们出来的时候，我看到他们去可以看那个大堂那个水牌，哎，绿间房子在几楼啊，那我相信他回去可能还会看我们的网站。所以这些玩法呢我不知道它是对是错啊，但是呢能标志我们一个态度，就是我们是一个媒体公司，我们要来做我们的宣传啊。所以说我们在2007年的话呢，我们做了这样的这个